我在北加州，你知道我在哪里吗？这个叫做 Ringer Hut， 它就是那个所谓的长崎汤面。各位可能不知道，这家店呢其实很有名，它在日本有500家分店，而在美国呢它只有一家店，这家店就在圣何塞这个地方。很多人还不知道说这家餐厅到底卖什么特别地方，是不是跟披萨有什么关系？其实没有关系，我们继续看一下吧。玛咖沙基强碰，正宗日本长崎的强碰面，它是起源于明治30年代，当时日本长崎中华料理店店长，他为了提供长崎的中国留学生丰富营养的料理，于是开发了玛咖沙基强碰。到今天 ，Ringer Hut 于日本拥有500多家分店，规模庞大。海外店除了美国之外呢，它还有泰国、台湾，在2013年香港也有一家分店。长崎汤面是日本面食代表之一，与拉面浓郁的口感略为不同，主要是在粗面上加入虾子、花枝等海鲜，搭配切片的猪肉、蔬菜、蛋丝和鱼板等满满的食材，营造出丰富的配色与口感。一口下去，嘴里混有面条、蔬菜的口感，辅以海鲜、肉品衬托的香气，是一份很有层次的美食，而且相当清爽，让人胃口大开。长崎汤面的汤头也是一绝，大多是使用鸡骨及豚骨混合熬制而成，口感温和，有几分清甜，这种口味会让人上瘾。若你嫌味道不够冲击，桌上还有各类调味酱汁任你搭配，所以适合各种饕客。若你没尝试过长崎汤面的话，可别说你是日本庶民美食了若指掌握。喜欢我们的节目吗？你可以在脸书、YouTube、微博和优酷找到我们哦。